为让关田区龙田国小学生有更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在全校师生及社区民众引颈期盼下，于今3月24日上午举行静思楼拆除重建工程动土典礼，工程总经费近7000万元，预估明111年下半年完工启用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强调，教育是下一代的希望工程，也是台南市政府最重视的施政项目，期盼校舍重建工程顺利圆满，提供师生更优质、快乐的教育环境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，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关田区龙田国小的校舍新建校舍动土，尤其我们这个静思楼已经有48年了，4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。我想为了因应新时代，而且新的安全系数跟结构的影响，还有因应这个我们新的教学的需求，因为将来新的需要许多新的设备，那我想最简单最直接碰得到了，就是空调啦，还有一些电子的新的3C 的一些教学设备，那如果能够随着这次的校舍改建能够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，我想这个是有必要的。那也谢谢中央跟地方，总共新改建的经费高达6990多万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克服这个经费上，那谢谢中央跟议会，中央立法院跟议会大家的协助，那我们市政府的配合款也都到位了，那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尤其今年度也希望说能够及早完工，那能够让同学有新的教室可用。那就像今天有点下雨一样，大家盼望着新的教室来，有点像久旱逢甘霖，我们希望说能够及早能够完成。Thank you.
好，非常谢谢我们龙田国小哈，我们陈校长还有家长会，非常辛苦我们黄会长。那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个嘉宾呢、啊，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动土典礼，啊，议会里面呢相当支持我们教育的，我们陈俊宏议员、刘志议员还有吴东议员，在议会执行的时候啊，相当关心我们的教育啊。那么在地的有我们的严区长啊，另外各个立委的特别助理啊，我们陈助理啊，还有陈立委的黄秘书，还有刚刚介绍相当多我们在地的这个重要机关的代表，我们四个里长也全都到了哈、哦。那另外还有我们许多的校长，还有郑庄啊，是我们这个整个工程啊，刚刚为我们做介绍，有我们的张经理，还有生物营造的我们的曾总经理哈、哦。那没有办法一称呼，不过非常谢谢大家。那昨天呢下一天雨，现在呢是旱期哦。下雨了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，更重要是遇水则发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动土典礼应该带来了好的那个兆头。那其实我们龙田国小是在整个龙田区是一个最大的国小哦。不过刚刚问了一下，只有15班。不过这15班的孩子呢，我想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去给他提供最好的一个教育环境。那好的教育环境最重要当然是要好的硬体设备，那按硬体设备也就最重要是要安全、哦、那另外当然还有它优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规划。那在这里呢我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报告，其实龙田国小刚刚问的校长，第一栋是10年前改建的、哦、那地中间那一栋呢是去年完成，那么接下来呢最后面这一栋，那么今天那我们拆除呢就会又会有大概400多天的日子之后、哦、那明年就会有崭新的一个校舍，那么全校那么就会焕然一新。所以我想在硬体的这个改建的部分呢，我们市政府其实跟中央争取相当多的经费，过程当中当我们在地立委功不可没、哦、我跟大家都报告，我们大家从106到108大概3年为期、啊、我们就有30校45栋哦，就是刚好是2006哦，那个地震，那有一些学校真的是有安全的疑虑，把它拆除重建了。那我们争取到了再加补强，就争取20多亿。那接下来这109就从去年开始的3年的计划，我们又争取了15校16栋哦，再加上补强也争取到了将近18亿哦。那当然龙田国小就其中的一所学校。那么拆除了之后，我想就会整个校舍是全新啊。刚刚校长进来就跟我报告到，整个校舍呢除了硬体之外，我们因为呼应市长在绿能这个部分、光电球场这个部分的这个推动，所以已经全校啊，包括风雨球场，陈俊宏也非常关心啊，刘宏俊也还有吴通荣啊，我们大概球场呢你要再去争取来设那个风雨的话要7-800万，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用租的方式，所以包括风雨球场，包括教室，包括我们这个车棚，我们整个都是用光电它已经完成的招标，在这里要特别谢谢我们校长跟他们的团队的用心。如果整个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为学校，那我想不止挹注一些经费，同时有一个绿能那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大概台南市啊，已经整个标注出去的大概有60美瓦，60美瓦代表意义是可以提供500户的家庭全年所需要的电。所以我想，在台湾在推绿能的这个方向之下，我想我们台南市呢也义不容辞要整个全力来配合，这个要跟大家做报告。那至于软体的部分呢，我们校长的用心呢，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哈。刚刚有介绍到了，包括他的阅读，包括他的双语，包括他的资讯科技都是非常非常的落实。那我想我们在市长推动教育理念跟政策之下，我们持续的会营造更好的软体的环境来培育我们南部每一个孩子，让他们未来都相当具有竞争力
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会持续努力的方向，所以今天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嘉宾啊，那么再到这个现场来啊，一起来见证啊一个新的校舍，那么把它拆除在重建之后啊的一个啊历史哈、啊。那我想借用大家的力量啊，我们啊一定是全力把台南教育办得更好啊。以上做啊这样的说明，也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我想拄只那个啊郑局长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静思楼的这个啊改建，那总共是6900多万，好、哦，那我想说这个部分要提供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啊，给大家给同学有更好的学习环境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，所以感谢啊中央啊能够啊支持教育部能支持啊、哦，虽然关田国小，我想在少子化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还是对于教育品质的提升还是应该要做的。好，那对于啊还有谢谢议会啊三位议员啊，这个垫付款如果没有通过，我们这个改建的期程可能又要晚好几个月啊，所以说很谢谢各位，那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们的这个改建年龄今天有点下雨啊，那大家盼这个雨水盼很久了，大家也盼新的静思楼盼很久了，所以希望就像天降甘霖一样，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各位。来拜，再拜，经过良心不亚良天意，我一段一拜台南市永田国小校长夏明陈立庙，党副官市长夏明黄伟杰，全体师生职员代表委员会总干事，也身负荣责，拒绝各勇官校长。乡民代表并下面信书，拜请玉子和平宫安坐，玉子不灵殿完成地军住宿，拜。选择临时今日乡社署林秋年农历2月12日，并请你托付大地，拜。土地项目感到最上心。五峰十煞神，天顶天将拜，恭请圣安林也委托立邮率全体林信书呢，也尊奉教育宗旨，为教育英才培育毅力，奉天恩地德，慈悲为怀，祝龙田国小在尊敬修楼。因故不堪使用之时呢，要来用心建造，同时再造更优良安全的环境，要来予学子呢来学习来应试。是乃至你也好大地之恩德，望今日呢来纪念着党好大典，以求你好大地呢注意上行。会当来收缩、收缩，阴阳会当合一，开阳地理，点阳地水，文化地理呢，来用运用这个地理，使你在时间的期间，上下人信顺呢，会当在此健康平安，感情会当顺利，在关关之后呢，应该当事。林信书呢，在此安心施教受教，尽力培养这些英才呢，来为天台节为民创造更进步之欢迎的礼教生活。时间过，建设党呢来备全，当其中呢国泰民安、风调顺、众生平安，
市长夏明的也吴伟杰，校长夏明也陈立秋，致全体夏明信徒拜上方，拜拜再拜，好礼成一香。邱合将李成插播啊，局长请动物官手持金铲预备动物，恭请动物龙田国小掌声。来，龙田国小掌声。好，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。好，台南市站站。来看一下你们的右手边。市长站不站？站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